丢人吗？不丢人，可像话啊！天天还欺负我，可像话。走，苏家不走，我就叫你丢到底哈。哎呀，我说我。妈家妈妈，妈妈家妈妈怎么了？妈，你又弄丢我的啥？妈，你解绳上我了，我求你。解绳呢？哈。解绳呢？你把我解开不行吗？妈妈。给。妈妈哦。没有人可怜我了，现在没有人救我了。谁来了？谁来了？我来了。儿子来了没？来了。儿子。爸爸，你怎么给妈妈困这里了？太可怜了，儿子，我管他呢。儿子，救我！儿子，你不走。爸爸。儿子，要救！儿子，快点！自己救，自己救！快快快快快！大六，大六，衣服拿走，衣服拿走，衣服把我上面的衣服，儿子，儿子把我上面衣服拿溜，拿溜，拿溜，拿下去，拿溜下去就行，溜下去，对。儿子，儿子。爸爸，你怎么天天受罪呀？我也不知道，儿子，就妈非要叫我洗衣服，那衣服是我能洗的吗？儿子，你说。哎，爸爸，这个活不是你干的，这个活是妈妈干的。对吧？爸爸是给你打天下的，爸爸能给你洗衣服吗？能洗衣服吗？爸爸，你说的对。对吧？哎，我解开，我拽开，我给我自己拱开，快，走。好了，哎呦，孩子，妈就是个母老虎，纯纯的母老虎，就是母老虎，对，就是个母老虎。你有多可怜儿子，我又坐了一下午了。现在就进屋里边，该写字写字哈，去吧，听话，我去换衣服哈。是为你亲啊！我帮我捆一下午，捆个里边哈，捆捆儿子下午放学来家。你儿子就你是吧？啊，对，是我的养老儿救我的，起来！哪里呀？起来！钱上哪里呀？去管他，快点！上哪里？上哪里？上哪里？我的，怎么？你要怎么的？我问你嘞，你说嘞，你要怎么的了？咱得出去游街，有意思吗？游行示众，好。放开我，放开你！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两次机会，三次了，不需要，不需要你给我解释啊！我数三声啊！我让大家看看，我让大家看看你是什么样的人，好，我让乡里乡亲看看，走。我求你了，不可能了啊！我必须让唐庄的父老乡亲看一看哈！不要，大家都来看看喽！哎呀，唐庄喽，是个家，放开，快点走，跟我走，跟我走，大家都来看看啊！哎，这个唐庄人，老死不死的死。饭不做啊，衣服不洗啊，丢人吗？不丢人，可像话啊！
天天欺负我，可像话。走。不走，我就叫你丢到底哈！哎呀，我说我不可能了，我快点吧，不行，丢死了！快点！